好，我是金娜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录音配乐特殊音效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用录音，所以现在先弄这个，然后按红色的，离开地球。我再按一次那个红色的，然后按完成。然后一定要记得，一张照片只能有一个声音，所以我有两个离开地球，可是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想要这里有配乐，所以按然后这个音符。然后下一次一个星星，可我们要弄音符。我就想用这个。你可以听他们，如果你按这个蓝色的，我就想这个。然后我现在想要让车车有声音，所以这张有车车过来的像在这里，所以要按。然后他已经帮你带星星了，我觉得我要车车，那他就有车车在这里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我做的离开地球。